圣魂，其实圣魂我比较少碰，而且我本身没有在练什么圣魂。那这个圣魂建设的话，阿鸟威第一名居然是泰国的，哎，所以他这个排行榜是全球，蛮意外的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好，所以其实也有泰国的玩家，这是越南还是泰国？反正都应该有一个是，看一下吧。那人家是圣魂剑士第一名，我是觉得说可能这个职业比较少人练，所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哎，不要吵！圣魂剑士职业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。Oh.